落后两个球嘛，然后下半场就想着防守，就想着进攻，然后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打回来，然后结果也如我们所料，然后绝杀他们了。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去年也经历了很多事情嘛，然后这也是一支新的队伍，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新的团队，然后呢就是目标就是想来夺冠的，我们也有这个信心。